这个其实楼是没有什么。不是哦，那个，那你以前做时候，就没做面的时候，你做水饺之前你干过吗？没干过。算是毕业后才去学的，我去学的。你爸爸在哪的？爸爸在台湾。台北还是高雄什么？新北。新北是吧？对。不是在那个缅甸街，缅甸街在哪儿啊？缅甸街好像是中永和那边，是属于哪个地方？是台北是它吗？也是属于新北，哦，新北对，它是新北算是蛮大一圈的吧，啊。哦。在台北的外面一整圈这样子。赚不到钱，可是撑是撑的，他吃的顿饭吃的还可以。对啊，因为不是他有的行业竞争，他不，你手工嘛，他最起码还有个手工费是吧？我们也是，爸爸的朋友，所以才对，来奔到缅甸来了。他们这边有投资，对，你女朋友都在这认识还是台北、台湾认识的？在这边认识的，啊，在这边啊。对，我们这是能这能做多少个饺子？这一个。这个大概做500多个品，500多个是吧？对，我们做比较薄一点，翻倍。面粉翻了1倍。我们以前买4万多，现在买1袋8万。那你的饺子，你批发也没怎么涨是吧？我们不敢涨啊，涨太多的话。对啊，他就吃米类了。我听说缅甸的面还是买进口的面，质量很好啊。面粉都是进口的。对，他们质量很好。我以前有朋友做面食的，他说比很多地方的面好。这个加拿大面还是……8区，这个好，就是中间在爆米花嘛，我在里面爆好，摆一张桌子在那边卖，一天卖不到10杯，就不针对缅甸这个本地的，还是不同的产品。哇，都是新鲜的肉，猪肉。
重哦。像我们自己包啊，那个切都烦死了。嗯。而且切的时候那个刀刃啊，很容易一会儿就钝了，还得重新磨。放进去是吧？嗯。它这个。女孩，韭菜，绿油油的韭菜，猪肉，都得用电子秤配好比例。这现在要和馅儿，把肉、韭菜、油。效率觉得比手工还低是吧？手工有个问题在哪儿？还有像你刚讲，最大的优势是它的品相，比较稳定了嘛。因为你这个手工，每一个人的手法又不一样。两面筋，这是他们的面筋。要 V I， 哎，公斤。小姑娘过来帮忙，不会包。比例掌握不好，来添乱是吧？没有，他那一盘料就是要包一百颗，对不对？对。哎呀，我是不干啥都想吃饭的。你这个话你也敢说出来？嘿，这是怪。上面。我说这姑娘比较贵呀、啊，这个一年学费都20000多美金啊，你这赚不到这个超越多少倍的，就不要考虑了，是吧？为一针，一针，就叫一，你懂的，我叫红西姑的谁，哪谁，一盘50个。这个皮算薄吗？还是怎么样说法？你吃看看，算薄的。这是炒饭和香肠。炒饭你配韭菜，这是招牌。全部绿的话是招牌主打，这两种。煮的时候一起煮的啦，所以装起来没有分开装。哦，都是韭菜。这个是纯韭菜，一个是高丽菜、韭菜混的。哦。对。我们昨天晚上看的也是蛋白的蛋白的蛋白。
这样因为蛋白它会起泡沫。然后他们最后才对，我在我想混合的时候说你超的，你要是二两多没有二两多。没有啊，我们在续那，就这样，我觉得说好有点少。什么尺寸太大？你们的那个是九，那个是还可以的吧？我们是六，比你小好多。七八百，我们两个是一样。好了。好了。九十，嗯，我有时候九点也睡，十点也睡，十一点也睡，十二点也睡。哦，对，闹钟啊的，这个真的不会抓。阿琼怎么？苏阿琼怎么？阿木我来，阿木我困困的，不多吧？阿木没了，哎没钟木了没？那个牛牛奶，牛牛牛，在地铁上，对，这就是发酵好的，这是半个小时是吗？四十分钟。太那个，多久才能去蒸啊？现在就蒸了吗？现在煮水就可以蒸了。有什么区别？怎么看呢？好白啊！刚发好以后是小火锅。这样的哈，我还真不知道。这是他们店面做好的成品的样子，我把这个照片分享给大家。飞哥缅甸说，下期再见，感谢大家对飞哥的支持。